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我让他们离开了，因为有些事我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林珊，出什么事了吗？这所有的一切真的是为了完成我的梦想吗？当然了，你对我所有的好。 一路陪伴，都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文笑欺骗我，瞒着我，你会吗？我回答不出来，起码是这漫天谎言中最好的回答。 你所有的为了我好，为我着想，都只不过是为了你夺回D.I的私心。我真的不明白，在文笑心里，在你心里，D.I就真的那么重要吗？ 为了争夺总裁的位置，能不择手段，欺骗陷害。我穆林山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，不是你们政权夺利的工具。因为你，我所有的努力都变成了笑话。 最可笑的人生，这一切全是拜你所赐。许墨尘，你的心还在吗？林珊，我做的这一切，都是想替我父亲夺回D.I。我觉得我没有做错。我利用你，我是想让你永远陪在我身边，让那个不爱你、根本就不在乎你的弟妹像滚出你的心里。给我点空间。如果我心里装的是你， 那只会让我想到你利用我的细节，让我觉得恶心。就算你恨我，那也要比看到你和丁文笑在一起来的开心。许墨尘，你会为你所犯的错付出一切代价的。极力掩盖修饰的阴谋，最终还是抵不过事实的真相。 你们宣发部门进展到哪儿了？许先生要看信幕的宣传计划和预算。信幕所有的设计资料全都不见了。穆总监信幕的设计稿全没了。喂，许先生，穆总监的信幕设计稿不知怎么回事全都不见了。蔡宁呢？ 没见着人呀，这难道是灵山对我的报复？